然后是欧阳靖，今天很荣幸。大家好。然后还有 Dana，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Showtime，然后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他是谁，然后他在做什么。OK，So，今天我们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也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 question 想要问他们。所以我们想先问问看陈冠希，就是 Edison 最近有准备自己的新专辑，大家都很关注，所以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跟大家透露在音乐上面？发专辑，发新专辑，所以是是的，爽吗？爽这张专辑是吗？爽是一首歌，爽是一首歌，是所啊，以你新有的做专好你功课吗？不好意思，所以爽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透露的吗？什么？爽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给我我们专透辑露的不是吗？爽，我刚错了，你要说第二次吗？，sorry，这张新的专辑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透露的吗？Hip-hop，所以是一张 hip hop 的专辑。yeah。I saw your documentary. I saw it too. Yeah, it's crazy. Talking about the vice man. Yeah, the vice man, and he was getting into it. Like, I really feel the passion, man. Like, he's been working on it for a minute. And do we have a timeline? I know it's hard doing music, but. No, just been working on it for like 4 years, 5 years now, and I think it's gonna come out real soon. Just finishing up the mixing right now. 2015年做这个 album，我们都很紧张，等着，因为我们知道他安排是一个 classic，4 years in the making，you know。现在没有人尊重音乐，所以我要出来尊重一下吧。现在很多人在跳舞啊，在做什么啊，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叫 rap，你都不知道你在仿我什么，你也在坐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一个笑话。我理解了，他没错了，这种的感觉，很多人在 hip hop 表，我听很多人他们都说，现在音乐在哪里？很多就是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很棒的。说我是 hip hop，我是 real keep it real，但是没有音乐，音乐在哪里？好多朋友跟我说，很多人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都在期待 Edison 的新专辑。那金最近有什么新的音乐计划吗？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开始分享。最近最新的一个体验就是慢慢开始了解中国的嘻哈。然后真的从零开始，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这个感觉都非常特别，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在美国对这个嘻哈的文化一直都很喜欢、很热爱，但是现在好像一个 a brand new discovery， 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student， 慢慢学，especially 这个讲中文，然后听中文的真正的。国语的 hip hop， just learning， pretty much， that's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it。所以也会发新歌吗？最近有真的第一次挑战自己写一首普通话的歌，有叫 hip hop man， 全是中文。第一次，对，第一次，对。但是我如果可以分享呢，我觉得这首歌我写的时候。我尽量 push myself to try to write something really honest and heartfelt。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听这首歌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批评我的中文，可能会批评我的发音 right pronunciation、right? yes and I'm okay with that， 我接受的，因为我觉得 gotta start from somewhere， so I figure push myself to do it。So, 我们之前刚刚有介绍 Showtime， 所以大家很多在看的观众不一定认识他。他其实有在中国运营一个 Underground 的 Hip Hop Rap Battle 超过10年的时间，所以他是一直在帮助中国的 Hip Hop 在怎么样推进、怎么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我们就往前走，不停。我已经16年做这个比赛。很多人说我错了，我们因为Iron Mike
不是对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 ，I am my family， so 已经发展很多，今年差不多100多场，所以我们特别高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大家都努力，大家加油，好好学习了解这个 hip hop 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的都东西在里面，都大家都一起 make hip hop， you gotta make it and become hip hop。Can I tell the story？Pa Manny first, yeah, 在我的心中，他都是一个在中国的对中国的嘻哈很有 contribution， 因为他刚刚说这个 Iron Mike Battle， 我知道他已经很久以前很努力 ，you know develop 这个 battle culture 在中国。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来上不是来上海，我们不叫上海现在，但是我第一次去上海。有机会做一个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 battle 的活动，然后我 actually 我就是一个观众看的，但是 battle coach 就是这样子 ，in the audience 大家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知道他在这个地方就有进 battle time， 其实那么就以前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意思是你是 MC 真，你要。上台跟他 battle， 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我，这个15年前嘛，对吗？差不多，我就想都不要想都没有想，就 Who is it? That guy? All right, let's go。就是第一次认识他，就是跟他 battle。但是我最惊讶的就是我在台上的时候，我都是大部分都是英文跟他 ，you know, do my verse， 但是他会用中文回答我、，and then the crowd went crazy and。That's my memory of it. So crazy. 所以他已经在中国a lot of effort to build the battle culture. Yes. 所以你们曾经也 battle 过。什么？所以你们曾经是 battle 过的。You have been battle. 这个现在这个网上的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那么强，大家有兴趣去看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找到，对吗 ？Right. So it's out there. Okay.三位其实都是在中国 hip hop 界很有力量的人，特别是我们的 Edison。然后，我们其实很想问问看，就是大家觉得现在的中文的 hip hop 的发展和你们觉得现在的整个的氛围，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在中国的 hip hop。你问我？你问这家子。今天。我们在聊 hip hop 是吗？那你知道 hip hop 是吗？你是主持人是吧？我知道 hip hop 是一种文化。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情况 hip hop 是怎么样？娱乐不是真正的 hip hop， 娱乐性为了娱乐，没有真正的找到 hip hop 真的元素在里面，我找不到，只有几个。他们有电视节目啊，说他们在说 hip hop，那真正的 hip hop 的人在哪？大弟在哪 ？MC 人在哪？王波在哪？不知道了。其实今天是要说实话，或者要做一些娱乐，做娱乐我可以啊，是 hip hop， 现在在中国真的很火，非常好，因为公司想利用 hip hop 去做很多事情。那我不会给他们利用，大公司不能利用我，只能是我利用他们。所以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啊？就像90年代最后几年，在美国很多大公司进来，所谓说是帮 hip hop， 他们有帮或者没有帮，我们大家真正的爱 hip hop 的人知道，现在是一个流行吧。那十几年前我们真正的在做 hip hop 的时候，你们在哪？你们有访问过我们吗？你们有赞助我们吗？有吗？没错，他没错，他说真话。It's real talk. It's real talk. Real and proud. I thought that's what this program was called. Yeah, that's real. 我很明白他的这个分享，然后我。有一个自己都听他说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我最近先
对这个，特别是中国的嘻哈，这个现在这个话题是中国嘻哈，对吗？我觉得可能因为我都最近先慢慢了解，我都不能特别有多的建议或者想法，但是小小的都有的。因为最近特别多会有人问我的，就是啊，就是你刚才问的，嗯，啊，欧阳靖，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嘻哈是怎么样？是什么？然后现在很火啊，你觉得 ？What do you think？ 哦，另外的同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啊，你有没有担心这个会越来越商业？商业越来越 business， right？ 对。然后我就想，其实 hip hop 很久很久已经很商业了。如果你说美国，说 just around the world， 你会看到 brands。其实这个 brand 跟 hip hop， 有一些 brand 可能跟 hip hop 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嗯。但是就他们知道 ，Yo， hip hop is what the people love， the culture loves， 我们就要。所以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就有一定会有这个 situation 这个情况出现。嗯。但是我的心，我觉得我还有。所以现在有那个情况是，他们要真正的知道 hip hop 在做什么。谁真正的在支持那个文化？ Yes. 然后放他们在前面。哎，这是真的。哎 ，real and proud。因为这个商业这个话题，或者这个现在很火，但是 what happens after 不火？嗯，我觉得 the reality 所以最 real 的就是你们不会再采访我们。不会再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一样不会对这个嘻哈的东西一样的热爱。这个我觉得如果跟这个话题有关的，这个就是 the main point。 无论现在这个他说entertainment 怎么说娱乐对， 无论娱乐有没有兴趣对嘻哈，我们都我知道我第一次actually 我刚刚分享一个第一次认识他，我还有一个第一次认识，我刚刚都有，我们都要聊一聊的，在 studio， 我第一次去香港，其实我真正第一次去香港，然后他在 studio， 然后我就是这次认识他，认识 MCN， 嗯，然后我完全都有一个什么怎么说一个想法，就是 damn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but these guys are in Hong Kong and they're really likededicated to hip hop, right? Really dedicated. Yeah, 你可以帮我慢慢翻译。Dedicated to hip hop, dedicated to the music, dedicated to the culture, everything. So, 我们说 hip hop, 其实很多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你的衣服，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你的帽子怎么戴 ，right? 但是是完全的 ，it's so much 是一个除了是一个 lifestyle， 我觉得根本就是你的心理。你是 either you really feel it or you don't，但是没有对或者错的 ，this is just 我自己小小的想法。但是我第一次在香港认识他，在 studio， 我已经感受到他 ，you know， 他们就 you know his crew， 大家都对 the point is 对有没有这个镜头，有没有镜头，有没有娱乐，他们都对。我最记得的就是 MC 杨。Chinaman tagging baby MCN 他跟我分享一个对于这个用广东话写词的一个 like a formula， 当时候我都还没尝试用广东话写歌词的，但是他很有幸，他因为他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会跟我分享啊，我都知道你在美国的一些的东西，然后我都 wow that's dope to me right、但是他会教我一个我用广东话话，喂，你系真系有兴趣用广东话写 rap 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玩法。然后就跟我记得好清楚 ，Giant Studio with MCN， and this is like 15 years ago。So the point is， 对，现在大家 new freestyle， you know， 中国有嘻哈 ，everything，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ip hop 很火。但是我自己的心就是，中国有嘻哈之前，在中国已经有一般人很喜欢嘻哈，已经有一般人很热爱嘻哈，很努力做嘻哈。无论是 battle culture， 无论是做音乐，无论是做 street fashion， anything， but it's just welcome to the club now， everybody， welcome to what we've been loving for so long， I guess that point， so， 对，今天 my bad， I don't mean to be long winded， but this is like a whole other thing for me， so that's all。 我真的真的很热爱
每一个人我觉得有表达的 I'm sorry Dana like this is exciting for me because 说吧 yeah, I've been in America I've seen 可能是因为我在美国的这个 journey 怎么说旅程路程是有很高峰也有有低谷地桥 对, 对所以现在我特别对我现在的这个事情这个情况特别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是真的很难的大家真的会有一般人对嘻哈有兴趣但是我们现在分享的就是你有兴趣的话 cool enjoy it, but peace 我们想真正有交流的真的真的很有兴趣想了解这个文化里面的历史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that's who I'm really like focus on in life yo 很感谢大家有这种的感觉 so I'm shut upI want to give a shout out because yeah, I'm glad Edison like brought that up. Like, right now, for me, 真正的 hip hop 特色今天真正的 hip hop 找到我觉得今天在北京 Section 6今天晚上王波 Weber 在弄但是我觉得如果Hip-hop 发展这么厉害，没有一个人认识王波是谁。你不知道 Section 6是什么，什么 Hip-hop？ So 大家都知道，不是 Hip-hop 是嘻哈，什么嘻哈？认真说，嘻哈没有跟我认真的关系。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都知道 Hip-hop what it is。我们希望一天大家都明白 Hip-hop 是什么。还有我 ，I give a lot of respect to Edison because you know in Shanghai。Nobody helped those guys. Shout out to my boy Chef. Shout out to Chinaman Tag. Shout out to DJ Tommy. Shout out to Master Mike. Like when I find all those brothers, it was Edison. He was the guy that like, that really tried to help and put everyone on. But nobody else in the industry really cared. So I give respect to Edison. I give mad respect to hip hop, man. And, you can just call me Jen, too. Yeah, Jen. That's okay. 我想问你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好像大家交流的这个感觉。你对嘻哈有什么感觉？Hip hop 是我喜欢的一种音乐类型。Okay. It's kind of music I would usually listen to. Okay. 所以我不是一个专业玩音乐的人，或者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人，但是我很喜欢听 hip hop。就是我的车里会一直放着 hip hop， 不会有其他的类型的音乐。放什么？听什么 ？Snoopy Dogg 的老歌。Snoopy Dogg 老歌。Snoop Dogg。Snoop Dogg。Snoopy Dogg。Snoopy is a cartoon character. 没事。就我说了，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我只是一个听众。我只是一个听众，我喜欢听这个音乐。但是我明白，我可能是因为我 I don't know， I'm still grasping this whole environment。我明白他的这个我的想法吧的想法 yes because 如果 Snoop 坐在这里你叫他 Snoopy Dog 他一定会 why 但是我也觉得你不是故意注意on purpose 没故意的我也没有故意针对你我没有故意针对你只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坐下来真正的谈一个事情的话我假如如果你今天说我们今天要谈 ballet， 我来做主持人好不好？这个好好笑，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笑的一个事情。对其他人，如果不觉得好笑的话，就我也无所谓啊。就今天做完工作就回家洗澡睡觉，我就是这样啊，我无所谓。所以如果你的 marketing 写 real and proud， 你说错我一定会说你啊。Let's see how real it is. 你现在 不管跟嘻哈有没有关系，现在 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你说实话。我说实话是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人，但是 I have the right to listen to the music. I don't say you don't have a right to listen to it. I'm saying that you shouldn't be sitting here interviewing us about hip hop if you don't know hip hop. That's all I'm saying, man. That's all I'm saying. I don't have anything against you. I have something against what's going on right here, because it's a fucking bullshit about hip hop, man. That's all I'm saying right here. I don't know you. I'm not trying to be mean to you. I'm trying to state the facts right now.Okay? I don't know you. After, we can go and have a drink and we can talk and we can chill.
But right now, if we're sitting in front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we're trying to talk about hip hop, we as three people deserve someone who knows hip hop to be talking to us about it, man. Well, that's all I'm talking about. But it's more of that bigger picture than her, though. Right? But please steal this album in the classic, though. Yo, I just remember, like, learning about that. Man, should I? Give me some love. Come on, I still want to keep the love here. Just everybody. But, okay. Well,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heard about Please Steal This Album, I was like, yo, that's crazy. I was like, does he really want people to steal this album, though? And he probably does people want to steal this album, though. But anyhow, I'm just jumping subject. So, okay. Yo, great. Let me get these two eyes. Okay. Let's say what's up to the people in the crib or whatever. Yeah. This is live, right? Live, baby. 所以你们也可以跟镜头前面看我们直播的观众说点什么，比如说有很想。我想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就算有一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可能我自己想的，有一种好像很 heavy、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都是好的，因为这个就是 real。Right, life just real. 如果我们大家都cheers. No, I can do that. You want me to start that? I know, but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though. I'll act. I don't want that. I'm an actor. I know, but you don't want that. I don't want that. I can act. Look, let's start right here. I don't want. Oh, 真的很开心啊！今天坐在这里跟你们聊 hip hop. But that's what I don't want. 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会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hip hop. 看什么都好，好不好？非常好，谢谢。Yeah. See, but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hough. So I'm glad this is what it is right now. So, what's the topic, Dana? What are we gonna talk about? What's the topic? Like, the real topic is what's next. What we gonna do? All right, well, I'll share a bit. Yeah. 我现在，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很努力慢慢练习我的中文啊，因为我希望大家感受到的就是，虽然。有些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啊，为什么他会有现在他的做法？为什么好像很突然会来中国发展？什么什么来？但是我因为我不能控制他们会怎么想，我只可以控制的就是我自己的做法 ，right？ So 我努力练习中文，然后慢慢发展自己的中文的 rap。但是我很感谢的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好像大家都很鼓励我这个打算，我这个计划 ，right? So I just first of all just thank you for everybody that's kind of been rocking with me for however many years back. 我特别感谢的就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追真心认识欧阳靖是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自己都好像very bitter。Very bitter, as I'm sure. I don't know. Cooler. Very frustrated, and very and very discouraged. Discouraged. 已经没有心已经有些压力，或者已经有些想。Just feeling like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with my life, with my career.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都很 hip hop, 很 real 的，就是一定会有 up, 会有 down. So 现在我觉得 just I'm very thankful that.There's this new kind of like a new opportunity and a new life, and that's it. So that's me overall. Well, thank you, man. We need you, really. I mean, I don't know. We need you, everybody. Yeah, but we need hip hop man to bridge the gap. You know, but hip hop man is. I think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bring out. It's not one person. Yeah, it's right? All of us. It's everybody, right? Like,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even the character of hip hop man.The mass, whatever the hell it is, right? That's not the focal point. Like, this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Hip hop man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this, hip hop man, it's a very exciting thing. But this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this thing, this thing, the knowledge, the
And I don't know everything either. 所以这个我也想分享的，就是其实我自己都有很多都还没完全了解的，特别是中国的嘻哈。所以如果我可以推荐一个想法，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自己都，无论你认识那么多东西，如果你都可以保持一种好像随身的态度，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That's just me. 下一步 Hip Hop 需要做什么事，我们大家要合起来做好我们要做的东西，然后真正的团队去给大家看 Hip Hop 是什么，不是给一些娱乐公司啊或者唱片公司啊来说，哎，你要唱这些歌你应该跟谁谁合作。我们应该全部就我们三个加很多很多真正的做 Hip Hop 的人合起来计划一下未来我们怎么玩，不是他们想怎么玩。你懂我意思吗？ Yeah.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其实分得太开了。Yeah. 中国那么大。Yeah. 现在在看的那些人在做 hip hop 的努力去做，然后真正的放多一点音乐在网络上，然后我们会听到了。你看很多今年很多 hip hop 的歌手就开始火了。他们做 hip hop 好几年了，终于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所谓说喜欢 hip hop， 我们原本的那些人真正的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觉得真正的 hip hop 是什么吧。所以 hip hop 的未来都在我们手上吧，所以我们要去真正的做好它吧。那对于很多看直播的年轻人，就是也有很多喜欢Hip Hop 的年轻人或者年轻的 rapper， 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因为他们肯定也会经历一些迷茫啊，或者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给他一些建议？ I go first. Yeah.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过程 ，right? It's a process 过程，这个过程来的，就是你真的要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对嘻哈这个感觉是有 how real is it？ 因为我发现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从我从小的时候开始，跟我现在这个对嘻哈的感觉有改变的。从小的时候，我只会看嘻哈的看法就是 what can hip hop give me？ 嘻哈可以给我什么？可以给我钱？可以给我美女？可以给我？Big house， 就是最传统的 hip hop 的想法 ，money clothes， 对，小的时候我就只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发现越来越大，越来有不同的体验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我反而会经常问我自己的就是，我可以给嘻哈什么？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kind of like a 180改变，180度的改变。对，然后我发现我越来越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做法，这个我这样子走的时候，很自然嘻哈就会给我更多，对吗？因为我不是 I'm not just looking at hip hop like man what can I get from it what can I get from it man what can I contribute to it to the music to the people that love it。 然后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发现最近都反而我觉得嘻哈回来给我的是越来越丰富啊，越来just more， 越来越丰富。Yeah, that's right. So that's all. 我会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但是你好难告诉一个18岁的要这种的那么伟大 ，like a, 伟大 such a, ，yes 伟大，对，你听得懂。那么伟大的想法，因为很自然，年轻人都是 ，Yo, I'm out to get me, you know, it's just me。所以我都很了解，然后我不会，我觉得我不会好像order them。You can't tell the youth like this is how you gotta do it, this is how you gotta do it。他们有自己经历。But that's my little suggestion， 我的小的建议就是，你问自己，你可以给嘻哈什么？然后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嘻哈很自然就会给你更多。Thank you, sir. 我觉得现在年轻的人在中国有点困难，因为很多电视台、很多广告，他就是推这个文化，然后完全不了解。Yeah.
copy 模仿，就有一点，他们完全不尊重，没有一点尊重文化，所以呢，有一点东莞，有一点疯了。So it's like the search for real hip hop right now, like it's a whole generation of kids, 一个新的时代，他们觉得 hip hop 是。I don't want to point, but I feel like some of this K-pop and this commercial, really commercialized, I don't know what it is, mumble rap, like a lot of weird things that are passing for hip-hop in Asia. And it's pretty sad. You got to have a connection to the roots. You got to have a connection to real people that practice and develop the culture. So you got to reach out. You got to want hip-hop. You know, y'all hip-hop. You want to be on that journey and search for it. And you want to...You know, look for those masters and dig and it's research, yeah. It's research. I think that's one thing for me too. At 14, I was like a student, like studying it like a science. So that's right. 你要好像一个真的学生 right? 然后慢慢研究，慢慢了解。你不可以很求就是 考K， 就求其人要急于求成，很求考K。你讲啊，对，是，好考K。随意，随意对，你不能很随意。你觉得你说啊，我是 hip hop， 然后你就是 hip hop， 这个我也不会同意的，不是那么简单。So， 但是这个也是认识reality，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opportunity to say it。我有没我算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这个机感这个。资格没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告诉别人你不是 hip hop， because you can't. It's like 你如果你这样说，你好像说你不是人， nobody can say that. So 如果有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是 hip hop， 你不能告诉他们你不是，对吗？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会感受到他对这个事情其实有那么 real 的感觉，或者他只是。对 ，It's just yo. This is just it for me. But when this is all off, 我对这个事情根本没有 nothing， 没有感觉的 ，right？ So， 如果想真正的知道 hip hop 是什么，然后想学 hip hop 是什么，你先看 Wild Style 吧。Yeah。去看一部电影叫 Wild Style， 每一位。如果你想知道 hip hop 是什么，从哪里开始学这个东西呢？你看一部电影叫 Wild Style， 你就知道。原本 hip hop 的精神、文化、态度是从哪里开始的吧？Okay, so 我们今天听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很好的教育，包括得到了很多很好的批评。然后，今天的节目，我希望看的朋友们。可以引发你们的一点思考，如果你们是喜欢 hip hop 的人，所以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你喜欢 hip hop 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只是不要假装你们知道 hip hop 是什么，你要学好做好，天天生活。hip hop 是一个生活，是一个文化。刚刚先说了，天天我怎么穿衣服，不只是我怎么穿衣服，我怎么跟我女朋友做爱。全部 That's pretty hip hop. 都是 hip hop. 所以呢so, 我上次发了一个微博说除了穿衣服除了跳个舞 hip hop 是什么呢我没有说我是 hip hop， 我当然一定不是最屌的一个 hip hop 歌手，很多我之前已经说过他们的名字了，之前我也很崇拜阿金啊，我看到他在 106 in Park 吓到我了。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喜欢 hip hop， 只是你们应该尊重我们的文化吧，尊重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好几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年都已经活在那个世界里。对，所以呢，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你应该问我们吧，然后去看一些真正的一些 hip hop 的人在做什么，有些纪录片啊，我没有说是我的那个，很多纪录片现在在网络上在说很多中国的 hip hop 歌手，有些是 Vice， 有些是 88 Rising 去做的，去看这些吧。现在
你在电视看的那个热狗一定会赢，因为他 he's the one, he won it the first day to me, he won. Come on, guys, come on, man. I feel you. Come on, man. Let's be yeah. real. Yeah, hot dog shouts, love you, you the man. And you, if you don't win this show, then you'll know what this show is going on. So.No, totally. See, I see what he's saying, and I yeah, I'm with it. But I think that's the 这个就是我尽量用中文说，但是我可能都会变英文。我觉得大家要清楚的，其实我跟 Ed 说的整个想法是一毛一样的。对于这个 Live Outside 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对吗？其实我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想法。对他们说是一个比赛，是一个中国有嘻哈哒哒哒哒哒的比赛，然后我们很认真做一个事情，我感受到，因为我在里面，我完全感受到每一个人，这个导演，这个小的 writer， 小拍摄的很多人一起去做一个事情，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个 ，this is just my perception， 可能都不是最标准的。但是我感受到的就是他真的很认真做，真的很有心。但是我也会告诉我自己 ，This is all still entertainment。就好像我们最刚开始说的，就是什么是嘻哈，什么是娱乐，对吗？所以我自己都 ，you know I agree with him， and also I want to add that 你们从第一天开始看到现在看，然后到最后一集这个节目看完的时候，可能会有下一集。大家都有记得 ，OK， 我 watching this show， 可能不会这个 show， 现在是中国有嘻哈，但是 the next minute it might be something else、mm.。中国有 DJ， 中国有 beatbox， it's coming， 对。But 大家也知道这个是娱乐， right. 然后 I think as an audience， 如果观众有这个 understanding that you can't watch this and think this is it。Yo, the whole show is a copy of the show. Oh, that too? Come on, man. That's the okay, worst well, part. Come on, man. Everybody knows that. Who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And people jumping on it. They jumping on it. You can go and watch the same show. The originators are from Korea, by the way. How can you come copy on. A copy of a fake show? Well, like, that's show me the money. Into hold it. On. Show me the money. That's a part of real as it gets. That's a problem in the first place. Yeah.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copy show me the money.Yeah, so, 所以其实如果在美国有一个人在做那个电视节目的话，他们会找我们三个去做制作人啊，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No. 美国 Dame Dash presents something is real, man. It's not, it's some real that man. That point that you just made though about that, like the Korean that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is situation.That's about as like the bottom line. Come on, 造出不一样的业，绝对业绩化。大家都是专业问，我们做会真正。不要给他们骗到。Come on, 和我们一起造出不一样的业，绝对业绩化。谢谢三位，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所以跟大家道一声再见，然后可以选啊，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谢谢，拜拜。Keeping it real, the real talk. We should do this every Wednesday. We are. Okay. He ain't gonna be down for it every Wednesday. You will be down for this every Wednesday. I doubt it. Okay 了，辛苦了。I don't even know what the